我要向你发起挑战，从现在开始直到视频结束，如果你能找到视频里的全部八个狗头就算你赢，但只要你漏了一个就算我赢。现在请打开全屏模式，第一关，3、2、1。你找到几个了？是不是还不够？那么第二关，3、2、1。观众将获得火眼金睛奖章，请发送评论领取。觉得简单的也可以去我的主页参加更多挑战。好了，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